谢谢。好嘞，今天的日本人讲是那只能王家歌，夏天的音乐听着真凉爽吼。热天真地日本，人人拢真珍惜这个短暂的夏天气氛，到处拢播放着好样的音乐。老师，大家拢嘛赚到足无用的吼。那么郭老师在日本的表演的时阵呢，有一个日本的老师吼，问郭老师讲：啊，恁台湾热天遐尼长，遐尼久，好样的音乐一定真流行吼。音乐，哎，老师大家拢嘛赚到足无用的哦。啊，郭老师怎啊歹势甲伊回答？因为呢，郭老师讲吼，咱台湾吼，热天也是寒天，大家拢听迄个变变叫的音乐，肯定是喏。那么接下来有人慎重介绍，这个节目呢特别邀请到姜美露，我特别今天来特别咱社区妈妈教室来做指导舞蹈老师哈，嗨、来，谢谢雪儿姐姐，还有丽秀妹妹，你今天来不来？因为我是讲，我是要去日本表演，所以无人来陪伴郭老师，特别拜托伊过来。啊，拄啊好，工作真硬，袂得来，所以吼，邀请特别做回来。啊，因最近要来参加迄个全运会的迄个啦啦队表演，所以今仔日来热身一下，为咱带来这首《呼啦组曲》。清凉哈，有时阵咱咧出来运动一下也不错啊。但是嘛是要邀请咱市长准备者，你爱起来是暖身运动者咯，办者搁较精彩的哦。对啊，接下来为咱带来一首呢，就是咱古早伫个歌厅有咧唱外国秀来表演的时代，墨西哥的合唱团有咧唱的歌曲。叫做拉丁的婚照在淡情色爱，咕咕噜咕咕帕罗马，谢谢。Come on, let's go.
你是在讲我？等一下吼，去我们讲下政治啊。好吧，继续这个节目呢是阮南车小路合唱的少女合唱团，少女哦。小打扮。我是少女啊，是打扮。伊个无，哎个老师也还先讲叫我阿袂使报少女合唱团，讲叫我爱报资深少女合唱团。啊，搁加一个资深的，啊，我是讲啊，这个苗了十八岁，应该怎嘛？那我帮你看少女合唱团，那么你能可以唱这个夏威夷草裙？啊，这首歌呢，夏威夷歌，啊，老师甲伊填词填了袂歹，真有咱南洋风味。歌词是郭老师做的，邀请咱配音来给咱唱一首《南国野鸡树卡》，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。来，我要继续。市长，我你呢？未使走，三分钟就好。就等慢点，姐姐。那么，阿伯下次啦，哈，下次，下次跟我跳个舞吧。谢谢我们，谢谢咱市长哈，这里无闲。我是做爱阮台南市的市长的，真的。我爱你哦，市长。市长，我听到无，你敢看袂起哦？谢谢，我叫冰冰。那么接下来为咱介绍这首歌曲，就是咱金枝妈妈日本的电影《哎扶桑花的女孩》里底一首非常许多非常热门的歌曲，叫做《桃花湾》。我们大家一起动个身哈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希望呢有机会郭老师嘛，赶快先找回他，关好林家，谢谢。哇，很谢谢，谢谢。好了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我们冠元老师、李明小姐以及我们南星少女合唱团带给我们这么。